然后我们要来吃的呢，就是 New Jeans 有来吃过的这个蒸海鲜，超级大的耶！这边啊是100层楼，可以走全透明的空桥，我有点惧高症哎。好，我挑战喽。要 Cindy。안녕하세요 Cindy 也有，我来到釜山了。这次来釜山啊，我打算用他们最近推出的 Visit 釜山 Pass， 就是一张可以玩遍釜山的自由通行证。只要你买这个釜山 Pass 啊，它就会有非常多的景点设施都是可以免费的换票进去，也会有很多餐厅啊、咖啡厅、活动票券等等会是有折扣的。然后它是有分成24小时跟48小时的 Pass， 分别是49000跟69000韩元。除了现行的这个时间制的卡片之外呢，之后好像也会出次数的，因为景点很多嘛，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只想要玩其中的几个，这个次数的感觉也蛮方便的。你们可以随时上他官网去关注最新的消息，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虽然这个不是业配，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看的资讯，所以分享给大家。如果釜山 Pass 想要找我业配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欢迎的哦。那既然是通行证，当然也会有 T-Money 交通卡功能，所以呢它也可以储钱进去在釜山搭乘公车啊、地铁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可能因为刚推出在办活动吧，所以现在你只要拿到釜山 Pass， 它里面就会自动帮你储了6000韩元进去，大概可以坐3次地铁左右。我这次是买48小时的，那我这支影片也会帮大家整理48小时的釜山 Pass 行程攻略，看看有没有办法在48小时内玩遍整个釜山。如果大家懒得排行程的话，也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首先我们先来釜山站的2楼这边来换我们的釜山 Pass。 我们是先从 KKday 上面订的，它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换实体的票券，我们刚刚有问过柜台了，就算你在那个 KKday 上面有选择你兑换日期，但是其实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换，它会在你进入第一个景点的时候开始计算。所以我们现在换完之后呢，我们也不用一定要当天使用，我们可以等到之后我们打算要进去到这些免费的景点的时候再开始算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它这边拿到介绍书，它里面都有写它免费可以入场的景点啊、博物馆啊、餐厅的优惠等等。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城市观光巴士，那这个巴士啊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它因为也算在这个釜山 Pass 的景点里面，所以你只要一搭它的时间就开始计算，你要先想一下你的行程要怎么安排。而且它在要搭之前啊，它必须要再回到这个游客中心的柜台用这个釜山 Pass 换观光巴士的车票才可以上车，所以它比较复杂一点点。네감사합니다시간시작됐어요오른쪽쭉가셔서1층1번출구가시죠네감사합니다我们拿到那个釜山 City Bus 的票了，然后因为这个有算在那个48小时里面，现在是10:41，我们的那个48小时就开始计算。然后那个 City Bus 搭乘的地方呢是在1楼的1号出口那边，我觉得它1号出口有点不好找，你们就是看到7号出口之后呢往左转直直走下来就会到1号出口这边。釜山站这边呢就是总共有3条线，红线、橘线跟绿线。那如果你是要搭乘蓝线的话，是在海云台那个方向的。然后你们在它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到他们开车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要搭的是11:25的红线。我们上来这个 City Bus 的，那红线跟其他线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巴士上层的地方是敞篷式的，所以呢，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釜山的市景。然后因为红线啊，它是会经过跨海大桥的，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跨海大桥就在你的正上方的那种很雄伟的感觉，好期待哦。然后这个观光巴士啊，不管你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你就是走一天是可以免费任搭的。今天不管是红线、绿线、橘线、蓝线，全部都可以任搭，也可以中途下车再上车。然后建议大家要早一点来排队，才可以坐到喜欢的位置。因为我刚好来的时候是3月底4月初，是开最漂亮的时候。哇！好，刚有人用手去碰到樱花了，所以一下子下了一大堆樱花雨。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被激起少女心的感觉。穿过樱花路之后啊，接下来就会到广安里海水浴场。虽然已经来过了，还是觉得这边超漂亮的。外面就是广安大桥。
我们在海云台海水浴场这站下车了，那从这边大概走路2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釜山最近超红的景点，就是天空胶囊还有海岸小火车，他们都是可以线上预约的，尤其是天空胶囊一定要线上预约。然后我看网络上面是说至少要1个礼拜前预约，但是我大概在2天前预约，然后有位置是还是可以预约的。这个地方一样也可以用釜山 Pass， 只是呢是用在下面的海岸列车部分，所以呢我就先上网预定了天空胶囊，然后等一下到现场用釜山 Pass 来换下面的海岸列车的票。我们到蓝线公园了，这个地方是维普站，也就是搭乘天空胶囊列车的起点站。然后它一楼的话就是卖票所还有海岸列车搭乘的地方，二楼的话就是 Sky Castle 搭乘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有先上网预定嘛，所以就在这边直接给工作人员看那个 QR code 就可以进场了，不用再去售票处换票。好慢哦我们上来了，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晃哎，但是因为它行进的速度很慢，所以其实还好。因为我有点惧高症，但是坐这个我不会很害怕，因为现在釜山在准备世界博览会，所以他们那个天空胶囊列车有部分的车厢会变成主视觉的贴皮，我个人觉得有点太花了，就是没有到那么好看，但是它还是有留一般的彩色的胶囊列车。会坐到什么样子的车厢都是看运气，就是看你排到的是哪一个车厢。然后推荐大家，如果要坐这个天空胶囊列车，你就是选从维普出发到青沙釜山，你的胶囊列车就会是靠海的，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海景。它这边的景色啊，会一开始全部都是海，然后最后呢就会是都是树林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美耶，有一种放松的感觉，非常的舒服。青沙釜站一出来，这个斑马线啊，就是海岸列车会经过的铁路平交道。然后网络上面有非常多人会在这边对着海拍，因为就可以拍出韩版的灌篮高手的场景。但是我觉得其实拍起来还蛮危险的，因为你要跑到马路的正中央去拍照，所以我就不拍了，就在旁边拍大概的样子给大家看。从青沙埔出来之后啊，沿着它的港口一直往下走，有非常多店可以进去看，有餐厅啊，还有咖啡厅。然后我们要来吃的呢，就是 New Jeans 有来吃过的这个海岸贝壳一号店。它这边主要就是卖 Joge Gui 还有 Joge Jim， 就是烤扇贝或是蒸的扇贝。然后他们最多人点就是那个超级浮夸会装在船上的烤扇贝。那因为我们已经吃过烤扇贝了嘛，所以我们就点同样也是 New Jeans 有吃过的那个海鲜蒸。然后它这边整体的那个装潢就是走一个南洋风，有室内座位，然后还有半户外座位。然后当初 New Jeans 他们就是坐在这个半户外座位的地方，那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就可以直接看到港口后面的地方就是红白灯塔。坐在这边吃烤贝也太chill了吧！我们点了蒸海鲜跟蒸扇贝，还有一个五花肉泡面配着一起吃。我先来试试看它的五花肉泡面，韩国人真的去哪里都要配泡面，看起来超级好吃的。它这间的那个调味比较淡，感觉就是没有加太多调味粉进去。超级大的，有没有？你们看这个蒸海鲜，超夸张！它里面除了有扇贝之外，还会有一些像虾啊、跟鱿鱼啊，然后还会有蔬菜的部分。这个是两人份。여기많이뜨거워요네조심하세요네감사합니다要小心，它旁边的锅子非常烫。扇贝，噔噔，超级夸张。扇贝肉超级甜，而且超级软嫩哎！你们在吃扇贝的时候啊，它上面黑黑的那个东西就是它的内脏，都是要剪掉才可以吃。我们刚刚搭完上面的天空胶囊列车，现在就来搭下面的海岸列车。那一样就可以拿釜山 Pass 去跟那个柜台换，然后你就会拿到这张 QR code， 就是我们的车票部分。它可以搭两次，所以我们就打算先从青沙埔这边搭到松町站，也就是他们的终点站，再从终点站搭回维普，这样就可以接着玩接下来那个海云台的行程。我们上车了，这个海岸列车它很酷哦，因为它所有的座位都是面向海的，然后它还有分阶梯状，就是它有分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越后面越高。然后最后还有站位的区域，所以不会怕说看不到海景。然后它每一站下车都会有不一样的景点，如果你们是买一日通票的话，就可以每一站下车都去看看。
釜山下车之后呢，就是海云台海水浴场这边嘛，那它对面就是釜山的 Sky， 也就是位于韩国第二高楼里面的天空展望台，可以在楼上尽收海云台还有釜山的风景。那这个用釜山 Pass 一样也是免费的，就可以省下大人27000元的门票，非常的划算。那我们就赶快上楼吧。好像坐热气球的感觉。哇，它超级快的耶！它大概才1分钟吗？就到了耶。我超耳鸣的。我们现在在100楼，超级高的哎！而且我们刚刚电梯一出来就可以直接看到夕阳，超美的。下面呢、就是可以看到釜山的市景，海云台这边的高楼大厦，还有刚刚的那个海云台沙滩，海面很漂亮的样子，尽收眼底耶，真的是太美了。这边还有一个 Sharking Bridge， 就是可以走全透明的空桥，而且这边呢、是100层楼，所以总共有384公尺这么高，很可怕，我有点惧高症哎，我不知道我敢不敢哎，怎么办？到底会有多 Sharking？ 我们先过去感受一下哈。哎呦，啊，好高！这一块有点问题，好高哦，好高哦，好高！好，我要挑战哦。我好像不敢看哎，怎么办？我完全不敢看，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我完全不敢看。我一直觉得下半身很痒，就是那种坐海盗船会有的感觉。会阴那边很痒。对，会阴很痒。然后在99层呢，会有一间餐厅，还有一个半户外的空间可以给大家拍照。然后在第98层呢，就是会有咖啡厅。然后它这边的玻璃窗啊，就是每一个面向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釜山景观。比如说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坐的天空胶囊跟海岸列车，还有广安大桥、五六岛等等。我真的觉得还蛮值得来的。如果是在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呢你们可以晚一点来看夜景的话，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它倾斜，左右晃动，很像海浪的感觉。今天最后一个点呢，我们就来到釜山最近 IG 上面超爆红的夜景打卡点，叫做 The Bay 101。它旁边呢就是另外一个釜山 Pass 游的景点，叫做 Diamond Bay， 就是钻石游轮。如果用釜山 Pass 的话，是可以免费搭游轮的，只是它比较麻烦，还要事先预定，然后还要看当天天气状况可不可以出船，所以我们就没有订。那这个 The Bay 101呢，它跟我另外一支影片介绍的 Milaklan Market 是同一个集团盖的，也是一个餐厅啊、咖啡厅等等的复合式空间。我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只有2层楼而已。那因为我们有釜山 Pass。所以一楼外面的这个餐厅，它是可以有啤酒的折扣的，你就可以拿了一杯啤酒，然后坐在这边吹海风啊，看海岸对面的釜山夜景。那这边的景色看出去啊，又跟刚刚前面看到的很不一样，它是可以看到釜山的摩天大楼晚上开灯的样子，电灯啊 LED 灯就会映照在海面上面，看起来五颜六色的很漂亮。我们拿到我们的餐点了，最后我们是点了炸鱼薯条，然后因为它有2种鱼可以选，一个是海鲈鱼，然后一个是鳕鱼，我们就选了海鲈鱼，感觉比较特别一点。然后呢，它还有附2种酱料，酱料也是可以另外追加的。然后啤酒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看釜山 Pass 上面是写说国产啤酒 Kayla 还有 Cass 是可以1+1的，但是我们刚刚就是跟店员点了这个炸鱼薯条之后，他直接看我们的釜山 Pass， 然后就送了我们一杯啤酒，就等于是他只有算我们炸鱼薯条的钱，这杯啤酒是免费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优惠到底是怎么样。釜山 Pass 跟他们没有协调好。对，因为其实釜山 Pass 的官网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建得很完全，比如说像他的地图就很难看，他点进去之后地图是没办法滑动的，路线指引也是，就是搜寻也是，就是都有很多很不方便的地方。然后还有像店家优惠好像也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到现场之后再出示那个 APP 的画面给那个店员看看。那我们就来吃吧，看起来很好吃哎。好吃哎，外皮酥酥的，很好吃。煎。哦，
天哪，好喝哎，超级甜的，薯条很脆。你们有听到那个薯条声音吗？超脆的。第二天的话呢，我们会走比较多户外的行程。首先第一站呢，来到就是这个 Skyline 釜山的斜坡滑车，它会坐缆车爬到最上面之后呢，再一路顺着那个斜坡溜下来，听起来就超刺激的。而且它的位置啊，就在釜山的乐天世界隔壁，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玩完这个斜坡滑车之后，紧接着再去玩下一个乐天世界。然后因为这个斜坡滑车也是算在釜山 Pass 里面，所以我们就现省了成人票27000块，然后可以滑两次。来了，今天是平日，所以都没有人，好开心哦！我们现在上这个缆车，好可怕哦！这样子夹着手机，我很害怕。好高的啊，好高！哇！这就是 Skyline 的起点，像它有分右边跟左边的两个赛道。然后因为在滑车的过程啊是不能拍摄的，等一下我会请俊，就是先到终点之后呢，在终点的地方帮我们再看。只是很可惜，过程的部分就没有办法记录了。先走了第一次的路线，它到中间会有个分岔路，可以往左或往右。它整个斜坡这样子滑下来，那个景色很漂亮。一开始会看到乐天世界，然后就听到有人在做云霄飞车尖叫声啊。然后接下来滑下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海还有山，风一直吹过脸颊，非常舒服。要不我们刚刚从 Skyline 那边徒步走来乐天世界，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真的太累了，请你们叫计程车或是搭公车。从那边过来啊，完全没有道路连接，然后现在也不是旅游旺季，所以他们的很多门都封起来了，就逼了我们一定要绕到正门才可以进来，超级累。我们刚爬了一个超长的山坡，然后进来之后还要爬一个超陡的楼梯。我们终于到了，这边就是釜山的乐天世界冒险乐园。然后乐天世界的门票成人票是47000韩元，基本上你只要安排一个乐天世界，然后其他的行程大概选个两三个，这个票就已经值回票价了。那这支详细的影片呢，会上在下班私生活频道，我会把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你们可以再去点来看看哦。那我们就先跳到下一个景点吧。哦，这两天走这么多路，然后刚刚又玩了乐天世界一整天下来，腿都废了，所以我就安排下一站来到新世界百货这边的这个 SPA LAND 来做汗蒸木。汗蒸木也是来韩国一定要体验的行程，而且这间啊是釜山非常多人都会来的，它的那个建筑非常的漂亮，因为它的屋顶是透明玻璃的，所以白天来的话阳光直接洒进来非常的美。然后它里面听说就是除了有汗蒸木之外啊，也会有很多 SPA 水疗跟一些休息的地方。我最喜欢这种行程了，白天那个乐天世界真的是完全不是我，现在就是 be myself 好吗？那这边是用釜山 pass 就可以免费4个小时，4个小时后呢就要开始计价，那我们就排队准备进去咯。超热的，冷湿湿的。我们
大概蒸完了，然后来大厅这边点 ticket 来喝我心心念念的甜蜜露。他们这边很酷哦，他们只要拿你手环上面的那个钥匙去逼结账的地方，出去之后这些要追加的钱再付就可以了。嗯，太爽了。它的那个蛋白地方咬起来 QQ 的，很像胶质的那种感觉，就是皮蛋的口感，好奇妙。Track of time, being so serious, idiots. 好嘞，终于到啊！要爬一个超长200公尺，但是这是大山坡，我嘴唇都发白了。Thinking it will matter, keep me company downtown.我们成功抵达泰丰台的游园小火车这边了，这叫丹努比小火车。因为我们48小时的釜山 pass 是到今天的10:41，这样子我们的釜山 pass 就是用了淋漓尽致。上火车了，不过刚刚有个小插曲，就是因为他这里的火车有分号码，然后我们刚刚售票处换完票，他是给我们就是当下停在那里的5号列车，但是我们去排队的时候5号列车就开走了，然后6号列车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就说要先让6号列车的人上完车有位置我们才可以上，就有点尴尬，因为既然这台车都已经开走了，那为什么还要给我们5号列车，就很奇怪。我们到第一站下车的点呢，就是观景台。然后虽然我们刚刚那样子有点小插曲，不过因为它这也是循环式的，就是我们在第一个景点下车之后呢，等一下逛一逛就可以再搭它的下一班车。所以其实这个1号车、2号车上车的规定，应该只是为了人流管理啦。这个地方它是一个3层楼的建筑，我们下车的地方是它的2楼，它地下还有一层是1楼，然后还有上面第3楼这样子。那1楼地方就是都是吃的东西美食街，然后2楼地方就是主要观景台的地方，还有卖小吃。跟我身后这个拇指像是用来告诫在当地自杀的人，让他去反省就是妈妈很辛苦生下你这件事情而建的。 QQ 就是在那边跳海。对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悬崖旁边，虽然是很美啦，但是就是有一段这个哀伤的故事。然后这边的景色一看出去啊，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岛叫茶壶岛，真的像茶壶一样哦，就小小的立在海中间这样子。然后虽然今天雾霾有点严重，但是因为有太阳，所以其实那个景色还是蛮漂亮的。在3楼的地方就是咖啡厅，咖啡厅的地方我觉得蛮 chill 的，它就是可以在那边吃点面包喝咖啡，然后看着海发呆。而且我觉得这边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墙壁上面有画了 BTS 的画像，请问有听过授权吗？我们进来他1楼的餐厅吃饭，他这边卖的就是比较偏传统韩食。我们点了海鲜葱饼跟这个应该是凉拌辣鱿鱼。他这边里面很宽敞，然后除了一般座位之外，还有像我们现在坐的这种就比较传统，在韩剧里面他会放在阳台的那个台子，然后他外面还有阳台可以走出去看海，整个就很 chill。我们先来试试看他的煎饼，这煎饼看起来很好吃哎，它煎的薄薄脆脆的，然后旁边还有附蘸酱。我觉得韩国他们这里的旅游景点的食物都做得还蛮认真的，边边的地方是焦焦的，然后中间的部分因为有加蛋，所以吃起来是嫩嫩的，然后调味还蛮清淡的，所以一定要沾酱吃会比较好吃。再吃它的凉拌鱿鱼，不好吃，味道有点太重，汤有点太酸。好，药水饮料，喝你的 iced tea， 我觉得就很正常。我的好难喝哦，我的天。怎么那么可爱？哇，好可爱哦！你叫什么名字？你好好看哦。哦哦，好可爱哦。哦，好想念我们家小陈咪哦。结果我们来这个观景台都在看猫。哦，可爱哟、哦。
沿着刚刚的观景台走200公尺，就会到下一站引导灯塔。它灯塔是建在海边嘛，所以要走一个步道下去。我们到引导灯塔了，就是我现在身后的这一根，它很可爱，它的最顶端是做成红色的，然后下面是蓝色的玻璃，远看的时候就会有种红白蓝相间，很有大海的感觉。沿着这个灯塔一直往下走啊，它原本是还有一个休息区，只是我们来的时候它还在整修。休息区旁边啊，就是太宗台很有名的海女村，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然后那边有很多海女之家，会现捞新鲜的海产料理给你吃。只是因为我不敢吃生的，所以我们就没有下去吃。你们如果来的话，也可以来试试看。游园列车的最后一站呢、啊，就是太宗寺。那我身后这个是大雄殿，因为这边是在引导的最尾端嘛，它就在山上各处都有不同的神殿，然后我们就是可以沿着步道去参观啊，参拜。然后太宗寺这边呢、啊，其实种满了绣球花，所以如果你是夏天的时候来的话，这边就会开满了绣球花。我们的釜山看48小时就完美结束了，总共玩了7个景点。那这些景点如果全部都要花钱的话，总共就会花150,000韩元。如果再扣掉我们买釜山 pass 的钱，总共是省下了将近80,000韩元，也就是2000块台币左右。所以其实买这个釜山 pass 真的是还蛮划算的。那因为我们都是比较晚起的人，再加上我们住的位置是在中央站这边，所以我们最后一站才是来太宗台。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最后一天是安排釜山 city tour bus 观光巴士的话，会是最好的。因为你只要在时限内去换了票之后呢，你那天都可以无限的去搭乘。而且除了我这次跑的景点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景点，大家也可以再上他们的官网去看看。然后啊，我觉得住宿的地方你们可以选在海云台或是西面站，因为釜山 pass 有涵盖的景点都是会行进这些站附近，靠近釜山中央站那边的话，就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在通勤上面。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别忘了帮个喜欢，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发片通知。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